Hello，我们来到张记牛肉面。现在一碗120块，然后四片啊，跟我是最早前吃的100块肉很大块差很多啊。现在又上次吃的时候又涨了20块。哦，不过还是好吃的，那汤头好清淡的。所以一定要拿这个来吃，沾点比较辣的，不然太清淡了。吃牛肉面太清淡就觉得很没有味道。还可以，油泼辣子没有非常强。因为这拍那个探险系列肚子饿，那汤真的很清淡，不过还是喜欢吃的，因为肚子饿啦。哎呀，可以吃一碗面。一口拉面配一口油泼辣子，这样比较够味一点。 OK， 我们吃一下牛肉以前肉大块的人家回不去啊，跟你讲回不去啊，工具也贵。那我下次有工具拍一下烈鱼的那间老蟹牛肉面，听说不错，150而已，半斤半肉。这家是我拍完探险会肚子饿又想要吃的一个店家，方便啊，真的啊。OK， 好，你这样接到这边啦，拜拜，再见。